这辈子没有这么紧张过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好，走走走。那如果没人怎么办啊？没人要跳怎么办？就靠你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拿着这个板子在新西兰街头。我今天跟 ESPA 的宁宁，ESPA 宁宁一起来，一起来做词语的挑战。有像吗？有像吗？不要还有被报名了，立马找到人要报名了。我们是报到，我们还有朋友要一票。对对，我们等下几点半在那边？好啊好啊，我先去路上拉人。好呀好呀。然后我就被围起来 B 跳 run away 了。最后再来看那一段，我们先来看看挑战的结果怎么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 Q。这个时候要有一点掌声加尖叫。会跳的大家请来前面好不好？只会副歌没关系，只会副歌，因为我也只会副歌。有人会跳整首的，帮我举手一下。会跳整首的，帮我举手一下。没有人会跳整首，子瑜不能看到这一段。副歌动作是很熟的，很好，你就是站在最前面的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如果准备好，给我来接。刚刚前面有说我被围起来 B 跳 run away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社死的现场。
这次拜托大家把影片分享出去了，让子瑜也能看到在家乡有这么多人支持着他，也非常感谢一起来参与活动的朋友们。子瑜 solo fighting。 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